传统文化之后呢，回到家里就是，对父母的感觉就是，完全不一样了，是用心去孝敬父母，没有就是以前像以前这样子，形式上的这样子，主要是听了那个因果，觉得他还挺有道理的这个。您觉得对您以后的这个人生会有哪些影响啊？贪求的那种欲望啊，就，没以前那么强烈，现在平衡多了。像回到单位啊，做事啊，也那个心态也平稳多了。在这么一个节目里，这是我们偶然遇到的，就有这么多不治之症都康复了的，医院不管用，医生，也治不了的，都好了。监狱里的犯人，面瘫的，啊，抑郁症的，瘫在那地方不能走路的，你看我们看到警察给我们介绍，那录像都看到都能走路了，这官员呢，你看，尿道结石，那多少年都好不了的，什么药都吃都不管用，医院也治不了。你看，学习了一趟传统文化，这七天，结石尿出来了，你这怎么解释？我们在论坛上，曾经多次给大家拿这个道具，这个玻璃瓶里装的都是结石，这些东西。胆结石、肾结石、胆管结石、尿道结石，我们就曾经问过观众，这些结石从哪里来的？你去问医生，问专家学者，不知道，他告诉给你一番理论，也不能服人，他自己还有结石，治不了。这东西从哪里来的？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！人的意念的力量不可思议，可以让最柔软的血肉变成石头，就这么来的。儒释道经典里面都告诉给我们，所有的这些物质都是因为心念的力量而改变了它们的结构，所以恶心恶念贪嗔痴慢疑，这是极恶的五毒啊！它就能把好的东西变成石头，变成极恶的。你心一转过来，心意柔软，孝悌忠信，礼义廉耻，极善的这个心的能量发出来，你看这个恶的这些病毒，这些石头，它都会化掉，那力量极大。一切法由心想生，心最重要。佛家是什么呢？真诚慈悲，人要安这种心的，他讲的是心的，不是讲外边的事情啊，什么东西不是这个。儒家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忠恕、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、仁爱和平，12课，12类，字字句句说的都是心，那心太重要了。所以，传统文化儒释道被称为内学，这些经典、群书治要被称为内典。向内求的，外边生病了，环境污染了，社会动荡了，向内求，人心好了，一切都会好啊！师父常常给我们讲啊，所以传统文化的教育丧失了这么多年，大家不知道什么叫内典，什么叫内学了。换句话说，对自信不是不了解，是根本就不知道啊。人还有个自信呢，人心的力量不可思议啊！现在量子物理学家早就证明这一点了，以心控物，无量之网，讲的都是心的力量。你看，美国的秀兰博士不也是用这个方法，用意念帮人治病，几千里之外都能治好。他在全世界做报告，病例几千多人都是他治好的，人人都可以做这个实验，人人都能够达到这个结果。所以我们对自己的内心，对自己的心性，从现在起我们要有个了解了这才叫真正的文盲。对自性都不了解，
你怎么能够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？换句话说，你怎么可能做个明白人呢？啊，你看到这些现象，不能理解，啊，然后呢，相信西医、西药，去受那些罪，最后还是治不好。所以通过这些案例，哎，这是官员亲自讲的，我们就发现，传统文化真正了不得呀，他把我们自信的德能、智慧、向好，全部告诉给我们，而且你可以做实验。刚才这个政府官员讲的，你看到了，你能不相信吗？您正在收看的是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远程教学节目《中华传统文化入门必修课》。这个经典频道开播之后，观众是什么反响啊？不知道有这么好的东西啊！通过电视台传播这个传统文化，老祖宗留下那么好的东西，过去没人教，不知道，那么老百姓也都非常的这个欢迎，也接到了数千条这样的短信，都是对我们开通经典频道一些表扬，一些肯定，春后民风，教化一方。我这个抽烟抽了20多年啊，这一次学了传统文化呢，这个把烟戒掉了，感恩祖宗，感恩祖宗啊，就是圣贤教育改变了我，把那个烟戒了。这个吸烟的3岁儿童啊，那个节目啊，非常经典。非常经典。现在我的朋友来到拿烟给我抽，哎，我说哎，等稍等一会儿，我在看一张电视，边看边抽哈。你就抽，我自己不抽。哎，他就看，哎呦，不抽了。那个非常经典，非常经典。原来我的血压去年的时候就是90到130，就马上现在我才40岁，马上就濒临高血压的状态啊，就是经常会有些头晕的的状态，这刚好是今年了。接触这个传统文化啊，这个饮食啊、心态啊等等方面，做了一个完全的洗涤啊。所以我的现在血压加强了锻炼啊，等等方面呢，现在血压降下来了，80到120，也非常正常。感恩老祖宗。群书治要当中的《论语》，我们看到夫子多处提到怎么治理天下，怎么做官，因为他老人家知道，哎，那是天下太平一切的根本，哎，把这个抓好了就都好了，所以一定要从根本上下手。哎，《论语》的第二篇《为政》，为政啊，你看他讲了第一句话，告诉你啊，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聚其所而众星拱之。第二句话是什么？子曰：“诗300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思无邪。”你看第二个马上说的就是《诗经》啊，这跟为政有什么关系？那夫子是伟大的政治家呀，他的智慧经历了几千年的考验，没有人反对，太正确了。什么意思？娱乐教化比什么都重要。这个东西如果要是乱套了，人们价值观错了。你看，说这个地方人很多，那应该怎么办呢？富质，你要教让他们富裕起来，正常的生活啊，衣食无忧。那然后呢，要教之，教给他人伦道德，五伦，人跟人的关系啊，要教给他这个啊。然后呢，你看诗300，一言以蔽之。诗是什么？诗歌呀。
我们现在的话叫娱乐是吧？哎，娱乐我们现在不会来，那里边充满了假恶丑愚痴，与假恶丑愚真善美慧没有了。所以诗三百一言以蔽之，思无邪啊，无邪就是没有这些假恶丑愚。所以你看圣贤教育伟大，他的正直顺守人情。你看人们吃饱了喝足了就要想娱乐，娱乐你要会娱乐啊，要教给他呀，哎，错的可不可以啊，哎，这叫什么呢？顺守人情，人情要有，同时一定要正。诗歌能言情啊，啊，因为有感情它抒发出来了，情动于中而行于言，言之不足故嗟叹之，嗟叹之不足故歌咏之，歌咏之不足那就手之舞之足之蹈之。你看这过程说的多好啊，人是有感情的，你得让它抒发出来，他要把它说出来，还要做成诗啊，朗诵出来，这个不足以表达感情怎么办？他就唱出来，唱出来不行他就得跳舞，足之舞之蹈之，这是人的天性啊。政治要顺守这个天性，在顺的过程中要怎么样呢？要让他思无邪，言情而得情之正。那换句话说，抒发出来的感情一定是合乎于礼教的伦理道德因果，那不合乎理的不忠不正的那种感情都会伤人。你看这中医都知道，内伤七情外感六淫，这都是生病的根源。内伤七情，那七情呢？喜怒哀惧忧恐思啊，哎，这些东西你说我唱歌跳舞娱乐，那里边都有感情啊，这七种感情过分了那就会伤你。哎，你看这是忧，忧伤什么？忧伤肺啊，那肺坏了是吧。这是怒，怒伤肝，肝坏了，发脾气发太大了，哎，这是恐惧，现在人看恐怖片啊，对，肾坏了，恐伤肾啊，哎，太高兴了，欢喜过头了，心坏了啊，思虑过度，脾坏了啊，这都是科学常识啊，你不相信你去问专家学者，甚至问西医他都承认啊，这是自然规律吗？内伤七情，外感六淫呢，就是风寒暑湿燥火，这是自然界的六种淫邪之气，要不正。所以外感六淫，内伤七情，疾病就从这儿来的。所以我们特别要对现代人讲啊，您那是娱乐吗？您那是在慢性自杀，在害别人呐！谁让干的？你去问问那些官员，他要不下令，那些东西都不会上演的。哎，所以诗三百，啊，思无邪排在了为政的第二句话，太重要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夫子告诉给我们，啊，娱乐教化比什么都重要。这个东西如果要是乱套了，人们价值观错了，而且怎么样呢？人身体感情通通都坏了。就什么呢？你不会娱乐，你不知道这里边有个正在，全都是邪的。所以广东博罗县了不得呀，他那个地方知道，哎，用正的圣贤教育这些东西啊，哎，孝悌忠信，用这些人性本有的纯净纯善的天性来感染人民，哎，所有的娱乐节目都是好的，让人们呢，哎，内心健康，身体不生病，而且呢，人与人之间和睦，哎，这就是什么呢？《孝经》所谓“移风易俗，莫善于乐”，乐是音乐，它是个代表，所有的一切娱乐都要怎么样呢？思无邪。我回来看了以后哈，我非常受益，把烟戒了。哦哟，就这一张盘烟就戒了？烟戒了不止，
钱之后呢，我自己掏钱做了4000个，复制了4000张牌。对，把很多朋友认识的不认识的都给了他。其中有个朋友，他弟弟赌博赌得好厉害，给了他看一个礼拜以后，他就过来，他说：“你给我那个光盘，比给我10000元还好。”啊，就是我们洛阳广播站的一个朋友。在这方面，我非常感恩老祖宗的传统文化。以前比较急功近利的，我在单位做哈，反正就做点生意，比较利益化吧。学了以后就放宽了很多。在这方面呢，我十分感恩我们刘台，我们县委，我们刘台，能这么大力去支持这个传统文化事业。以前我一个人学，在电视台一讲，在其他朋友一讲，人家说我傻的，说我迷信。现在台长支持了，县委支持了，我非常荣幸。我觉得我以前的那些用功啊，都白学了，根本就没有派上用场。然后我在工作方面呢，因为我现在在寻找一些经典节目的片源嘛。以前我从小，其实我从小就喜欢看电视，比如说我从小会喜欢看一些三个和尚啊，西游记啊，还有济公啊，等等这些节目。来到电视台工作以后呢，怎么说，我就觉得就跟我以前的想象不一样了。现在电视台播的节目啊，怎么说，你看现在都播了一些什么节目，里面都充斥着色情啊，暴力罪恶啊，还有虚假广告，杀盗淫乱啊，对，甚至还有一些切人短的一些八卦新闻。我就觉得怎么现在电视剧会变成这样子哈。学着传统文化以后呢，因为我也负责搞这个节目源哈，我就开始慢慢寻找这些节目。像我寻找那些节目，像有中华德育故事啊，了凡四训，包括还有中华弟子规。等我找到这个节目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哎呀，我们还有现在还有这么好的节目哈，他们真是包含着我们的中华传统的文化的那些智慧啊，里面充满着正能量，有爱啊，感恩，对。所以说我慢慢觉得我们电视业好像有希望了。电视是作为千家万户的一个窗口，它就是传递一些好的信息给大家。像这些好的信息，就是我们这些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智慧。如果我们电视人不去做，那谁去做呢？所以我也非常感恩我能够学习到传统文化，我才知道我现在的这份工作的责任重大。我们在波洛县电视台参观访问，也很感慨。为什么呢？你看那么大的一个电视墙啊，上面全是一个频道一个频道的电视剧的、娱乐的，很多动画片的很多。哎，传统文化呀，这个频道在一个小角落，看上去挺可怜的。我们是什么感慨？它毕竟是刚开始啊。哎，那应该怎么样呢？我们相信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正法、正道，换句话说，伦理道德因果的啊，符合思无邪的这种娱乐的节目，会越来越多。这个要不要怪这个电视台？不要怪，波洛县电视台工作人员也跟我讲，找不到好事的节目啊。现在不是赚钱的，就是吃喝玩乐，杀盗淫妄，露大腿露屁股，全是这个，这没法让人看的。哎，再有就是那些小品，那些所谓的选秀节目，那能给人看吗？都不是说正经话的，都教给人邪魔歪道的。所以他们也为难着，我们看到这么一个电视墙，
那就是我们现在，哎，这个文化娱乐的一个写照。你看到了，啊，真正能够救社会，能够导正人心的，啊，让人心恢复良知良能、纯净纯善的，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的，就那么一个小小的小屏幕，是吧？我们感慨啊，所以我们呼吁，能有更多的影视工作者、传媒工作者，能够大力的来开发传统文化当中的好节目。哎，从古以来，我们就会娱乐呀，那会享受啊，哎，吹拉弹唱、琴棋书画，哎，所谓这些戏曲戏剧，太多好东西了，哎，把它开发出来，那么这些恶的、不好的、邪魔歪道的啊，它自自然然就会退出历史舞台。而这一项，说实在话，全在官员身上，那，看你怎么管。如果你为了赚钱啊，这个节目好看、刺激人，哎，收视率高，他有钱呢，有广告商投资啊，好，钱得到了，人心坏了，社会乱了，哎，你四年民主选举你走了，你升官去了，发财去了，这地方祸害了。所以过去的官员，他都看得非常长远，他不看一时一地。哎，这个书我们给大家推荐，叫《进戏》。我们很受教育，啊，虽然作者呀，哎，这里边有好多批判传统文化的，那么这些可能会误导大众，这个我们，哎，千万要小心。但是这里边很多史料非常值得一看，受教育。像这样的书啊，书店里还有，我们都可以找到。历朝历代对于很多戏剧演出要禁止，要毁掉，为什么呢？淫词艳曲不可以看。你批判这是封建迷信，你错了啊。那你看现在中央领导的扫黄打非，你说它是封建迷信吗？那古代是一样的道理啊。为什么呢？要保护人心，保护社会风气啊。哎，否则怎么领怎么倒。这里边有一段资料是清朝光绪年间的，哎，政府颁布的文书，我给大家讲讲。演唱淫浪之戏，一起歇思，就这些淫词艳曲啊，容易把人的邪思邪念给开发出来，啊，演唱武戏呢，哎，容易交给别人呢去搞那个偷盗，你像水浒，这都是当土匪呀，啊，去抢啊，去当黑社会嘛，啊，凡年轻子弟，血气未定啊，哎，他讲的都是自然规律，生理就是这样嘛。观此淫浪之剧，更生劫侠之心，许为阴干，就把这强盗啊，把这些东西当成好的，当成英雄了。光天化日之下，何容有此会淫会道之为？这谁说的？官员说的，父母官说的。那就像是父母教育孩子一样啊，你们想看不可以，为什么呢？会淫会道把人都教坏了，你想看不行，那别人你怎么不管呢？所以人现在讲自由，你的自由破坏到大众，这就不行，就得有人管，管的人就是官员，他有这个职责吗？使命所在吗？若用之于庙台酬神，有属荒谬啊，那是亵渎神灵啊！哎，为此则有事禁，因为这个我们给大家公布出来，禁止特养戏园班头、石木戏角人等戏之。哎，你们这些唱戏演戏的、搞演出的演员，你们得听明白点啊，自世之后，凡属淫道之阙，凡是这样的剧目，一概不准演唱。如敢故违，你明知故犯，一经访闻，凡是听说了，定即封班拿阄啊，把你的戏班子给你封起来，然后怎么样，捉拿归案。须知，须是必须的意思，不禁演戏，已属从宽。又查有小毛戏，男女不分，演唱淫曲，有属败坏风气，必应禁绝。其各领尊，勿待后悔，领至切切特事。你看，
你小心点，措辞之严厉，你试试，风般拿揪，多厉害，那是王法。你害人，你为了赚钱，你说我唱戏过瘾，你把人害了，谁负责啊？所以过去呀，历朝历代，其实就是，哎，解放前的时候，我们看这个报道都知道，管的都非常严。这个东西如果一旦放开了，嘿，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都听过这个话，四个字，伤风败俗，绝对不可以。哎，你看那才是30多年前，现在没了。你看现在的演出，你睁不开眼呐，没法听啊，那电视都播。哎，把人都教坏了，违背了圣贤教育，这个苦果我们来承担。你看宋朝朱夫子的弟子陈淳一再的给皇上上书啊，他提了8条理由啊禁戏。头一个，夺民膏为枉费，把老百姓的钱都用来弄这个东西，这叫枉费呀，啊，不正经啊！你现在去电影院看看，啊，尤其是那些年轻人，看一场电影100块钱，啊，50块钱一张票，哎，都是他父母血汗钱，哎，那些年轻人都在里边。你看，夺民膏为枉费，这是不许可的。那些钱，政府要限制你花在正经的地方。荒本业，事由官。这演戏好玩啊，还是小品呐、啊，逗笑的这些东西啊，二人转呢、啊，是，哎，怎么样呢？你把你这本业都给疏忽了。你听说这宋朝说的话，你听听圣贤讲的有没有道理？《弟子规》里边讲，斗闹场绝勿进，邪僻事绝勿问。现在孩子们放学了都不回家，都去网吧里，好玩吗？网吧为了赚钱吗？结果怎么样呢？荒本业，事由官。事由官就像现在这打游戏一样，好玩，天天在那奔奔奔，荒疏了你的本分。你看说的多在理。哎，这些东西如果不加以限制，家家户户不管，你那个孩子怎么成人子啊？哎，怎么安身立命？不可能啊！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啊！现在天天娱乐呀、啊，哎，把人都荒废掉了。接下来，或子弟玩物丧志。太对了，现在这些小孩子天天想当明星。哎，拍电影好玩，人生是玩过来的吗？你吃穿住用你怎么活下来？没人教。哎，而且父母都把这个当成正经事了，给他天天